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95面，695面，从第一行看起。所作如犯，至习心意心，戒劝奉持经戒，经文里头是这么几句：所作如犯，这自悔过，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，奉持经戒，如品则宝，改往修来，悉心益心。这几句都是劝导我们要奉持经戒，本品名如品得宝，完全是从比喻上取的名字。故知奉持经戒，如品得宝，乃本品之核心。世尊慈心至极之垂示，贫者得珍宝，则诸苦顿息，从此欢乐无忧。此乃以宝比喻经戒的妙用。再者呢，贫者既得珍宝，则命根所系，自当全力护持，不可更失。那么这是劝行人得受经戒，应擅自奉持，如虎头目，如有缺犯，应速忏悔，誓不更错。这个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。这一品用一个贫穷的人得到了珍宝用这个比喻。世尊呢，以这个比喻来劝导我们，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部经典，就如同贫困得宝一样的心情。这是释迦牟尼佛无尽的慈悲给我们的开始。宝就是比喻这部经，比喻经里面说的戒相。前一篇给我们讲的无戒是善，学佛84000法门，净土不例外，必须要知道，都是建立在无界十善的基础上。如果把无界十善疏忽了，你这一生必定空过。如同过去李老师常说的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他老人家甚至用莲社同修来做比喻，他在台中建立莲社，领导大家一起念佛共修10年了，我才认识老师。这10年莲社同修差不多有20万人，老师非常辛苦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70岁。我在台中住10年，离开他的时候，他80岁。诸位想想，20多万莲友，这些莲友们每个月希望跟老师见一次面。所以他将莲友组织成为念佛班，一共48个班。诸位要知道，20多万人，48个班，每一个班的人数我们就晓得了。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，都有机会见老师。这个班里头有空有闲的人希望跟老师见面，每个星期1次。所以老师他老人家的工作，叫我们亲眼看到的，大概是平常人5个人的工作量。单单见客就要很多时间，见客一定要给大家讲佛法，劝大家念佛，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。这是每一天都有的，不同的班嘛，每一天一定有2个小时接见大众。除这个之外，他在奉祀官府上班，他是主任秘书，这是他主要的工作。要处理公务，因为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每天上午会到奉祀官府去看一下。还有2个学校的教授，一个是医科大学，另外一个是好像是冯家大学，2个学校的教授比较好一点。一个星期只要上1次课，他不是天天去。那么另外就是讲经教学，教我们这些学生。教我们学生一个星期上1堂课，3个小时。啊，每个星期一次。啊，讲经一个星期一次，星期三；教古文一个星期一次，星期五晚上。他的时间都排得密密麻麻的。啊，如果想跟他见面，在一个星期之前跟他有时间。 啊，一个星期之内是不可能的。啊，真的他没有时间。我们那个时候看到70岁的老人呢，10年如一日了，10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。啊。 老人健康，97岁走的。我们同学们估计，老师至少能够活到120、130岁。根据他体力、精神状况，啊，为什么会提前走了呢？ 这是缺少人照顾而他自己本身是医生，是非常好的中医。同修啊，这些莲友们对老师很爱护、很尊敬，老师。 到莲社，到图书馆，都有同学给他做点心送给他吃。啊，二老师绝不会拒绝，而且你送给他，他在你面前吃完了之后，碗拿过去，啊，让你生欢喜心，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那么这一次送的面是面条。 大概是时间放久了，因为那个硬的面条啊，一把一把的都有防腐剂，没有防腐剂它不能放得长久。啊，老师吃了之后知道，这个面不正常，回去用解药就化解了。啊，第一次吃了没事。 过了半年之后，又遇到一次，啊，他还是吃了。回去之后，用药化解呀，来不及了，他这个毒已经扩散了，所以这就吃亏了，病了3个多月。我去看他，看了好几次。 每一次都叮咛我，不要上馆子吃东西。啊，吃东西一定要小心，闻味道不对，赶快放下。啊，他给我说了很多次，我的印象很深，所以他是食物中毒，伤了内脏。 啊，提早走了。不然的话了，我相信他120岁嘛，太多，至少啊，要超过100岁。啊，今天饮食起居，别人把关。 靠不住啊！一定要自己有常识，自己有高度的警觉性，少吃为妙啊！决定不可以贪口福啊！这个对自己伤害太严重那么这个无戒十善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必须要晓得，无戒十善在三福里面，它排在什么地位？第一个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；第二个慈心不杀；第三修十善业。那五戒呢，是排在第二条。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这里头包括五戒。无戒则十善之上，十善在孝亲尊师、慈心不杀之上。我们就明白了，今天为什么五戒做不到，十善做不到？你没有孝亲尊师的基础。孝亲尊师是什么呢？是《弟子规》。所以我这才毫无疑虑，斩钉截铁给同学们说明：不学《弟子规》，你就不能学佛，你在佛法上肯定不会有成就。真正有成就，那是学者。你搞佛学有成就，你学佛没有成就。这是我学佛60年的心得了。我找到这个原因呢。古人有成就，是因为他从小就把这个根基打好了。我自己这一生当中有这么一点成就，就是对于传统文化，小时候沾一点边。什么时候？10岁之前。我弟弟小我6岁，他就完全没有接受到。你问他，他一无所知。扎根教育是成败的关键呢。真的像盖大楼一样啊！孝敬是基础。自以为孝敬不错了，要是跟古人标准一比，就差很远。现在有没有人学古人？没有人了。所以佛法能不能延续下去，我们心目当中是非常的悲观，但是有一线希望。那一线希望什么？众生有福，佛菩萨会乘愿再来，来救众生。除这个之外，要想在芸芸众生里面，让他回头从根本扎根认真学习，几乎是不可能。当然，诸佛菩萨慈悲之极，众生有心学善，我们深深相信，他会再来。那么，这个经典里面的教训，确实字字句句都不可以疏忽。 贫者得珍宝，那就发财了啊！物质生活就不愁了，所以患乐无忧啊！那么这是用这个珍宝来比喻金钱，金戒。 就是珍宝，我们得到了，也就无忧了。特别是在现在灾难现前，得到这个无忧了。灾难来了，两种状况：一种，我跟这次灾难有共业。 有共业了，一定在灾难当中过去了。过去了，有好地方去啊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不是坏事情啊，好事情啊！无量的欢喜，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。 所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，终于想到了。天天想亲近阿弥陀佛，终于满愿了。这多喜欢！如果我们自己不在这个共业当中， 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肩负灾难之后重建地球的使命。这些人不是普通人呐！这些人。 大慈大悲也，大仁大孝大义之人，他要负责灾难善后的工作，要把人民教好。 要把地球带到更兴旺、更好的境界、那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一桩大事情。 当然是佛菩萨安排的。随顺佛陀教育，就是随顺大自然的规律。这一部经，这个法门，这一句六字洪名，无上的珍宝。 宝中之宝妙用就是二六十种玻璃弥陀名号，此劝行人得受警戒。啊，接受这一部经，经中我们选的是第32品到37品。37就是这一品，这最后一品。这六品经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戒律这一章。我们要如护头目，就像保护头、保护眼睛。全身最重要的地方。遇到灾难，把这两个地方保护好，其他地方受伤容易治疗。如有缺乏了，缺饭了，应俗忏悔，誓不更作。如果有违犯，赶快忏悔。什么叫忏悔？后不再造是真忏悔。这早年初学佛，张家大师教我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实质是什么呢？实质是后不再造。今天忏悔了，明天再造，这个不是忏悔。那是搞形式。去恶就善，改往修来，这两句话就舍习非之恶行。过去所造不如法的这些恶行，与经界所说的相违背的，就是非，就是恶行。这个要舍掉，要放下，修经世之善业。今天做对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与境界都相应，这叫善业。朝闻夕改，为从善如流，知过所改。世间读圣贤书的人，他们都能够闻过欢喜。别人说的故事，恭恭敬敬接受感谢，来告诉你的人。如果是误会了，他批评你的是错误的，你没有这个故事，他来批评你。用什么态度呢？还是恭恭敬敬接受感谢他的指教。唐太宗就遇到过，别人批评他，说他的过失，唐太宗笑笑，很感谢。那个人走了之后，旁边这些人说：“皇上，您没有的错了，他说误会呀，完全讲错了。对的，我要不真心诚心接受他，以后人没有敢说我罪过的，那我永远就听不到了。 太宗一生的政绩，谦虚、好学，能包容人呐、纵然是误会也感激，他是好心呐、帮助我改过自新呐、听的人。 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没有，要注意以后不要犯这个过失。永远是谦虚感恩，所以他有成就啊。从善如流啊，知过所改。 这个人修行才会有成就，念佛肯定往生。西方极乐世界欢迎这样心态的众生。习性易行，习跟洗刷的习是一个意思，习性是洗出心垢。 心垢是什么？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见解，这是心垢。一行，行是行为，我们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自自然然就说错了，就行错了。 想法、看法改正过来了，言行的错误当然也就改变了。意是变异，为止恶向善，去邪从正，回小向大，舍为存真，这些通通都叫做意行。 我与无界十善相违背的，杀盗淫妄酒，我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善。 对圣贤的教诲，这是正呢，正说与圣贤教诲相违背的是邪说邪知邪见呢。东方的圣人，佛所说的一切众生。 本来是佛，这是真知正见。中国老祖宗说的“人性本善”，这是正见呐。西方人不承认人是善的，他们提倡的。 人都是恶人，人都是自私的。人要是动个念头帮助别人，肯定他别有用心，他有企图。跟东方人完全相违背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跟古人学还是跟西方人学？现在人崇尚西学，否定祖宗，不相信世间有圣人。古圣先贤教你的东西，他们心目当中都是这些聪明人设计这些愚弄人民。来维持他封建的势力，他是这么个想法的。谁是谁非，谁是正，谁是邪，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灾难先前，这是业因所感的果报摆在面前了。灾难的因是什么？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？西学没办法了，他们现在急着到东方来找，到印度去找，希望能找到化解劫难的方法。即使他找到了，他能不能相信？能不能像印光大师所说的，用真诚心来接待？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。如果没有诚信心，拿着什么心理？怀疑的心。试试看有没有效，这就难了唐朝时代，慧能大师的开悟，什么原因呢？神秀跟五祖至少也有20-30年了，每个人都知道五祖的大弟子五祖的助教接大众的时候，常常带五祖说法，祖位没有传给他，传到慧能了。那慧能在一般人心目当中一无所长乡下人土里土气的，他懂得什么？真正认识他的就是五祖一个人，没有人认识他。衣钵传给他了，什么原因？我曾经讲过，神秀学习的心态，印祖说的沉静，神秀有百分沉静，他得的是百分利益，而慧能是有万分沉静，他得的是万分利益，不一样。 与学习时间久站不相干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，与有没有听讲经，通通不相干。关键在沉静呐！那么现在的人普遍没有沉静。 不讲沉静，认为沉静是封建时代，是古老的东西，是那些聪明帝王用这些东西骗老百姓的。现在人用什么心态呢？都怀疑，打问号。你说好，拿证据出来证明你是好人。 这样的心态，学古圣先贤之道不行。他自己的关口太紧了，对古人东西也是怀疑。 所以他永远不能开悟啊！永远学不到东西啊！再努力，再认真，只能学个皮毛，学个常识。今天讲的佛学，学佛他不可能，学佛。 要从孝亲尊师下手要从真诚下手，恭敬下手不是学不慈悲，佛不慈悲，不是佛菩萨吝啬吝法了，不是。 佛菩萨说的老实话，没有东西给人呐。而佛菩萨所有的那一套，都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。你自信里为什么不能够流出来？就是因为功高过满，没有沉静心，把你的门堵塞了。你自信里头。 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通通透出来。你能把门打开，不就显示出来了？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障碍放下呢？问题在这个地方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 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这种慈悲，你这种心态感受不到。慈悲确实加给你了。跟加给诸佛菩萨没有两样，诸佛菩萨能吸收，能得受用，你排斥，你不能接受，所以你不得受用。 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你自己也会讲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的心想不沉不净，啊，不仁不义。所以佛菩萨对你没有办法，只好在旁边看着，什么时候回头？啊，人要一回头，嗔恚心就升起来了。嗔恚要不要学？不要学。我早年在台湾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啊，见到蒋总统，他自然就好像那个恭敬态度就流露出来了，没人教他，啊，说话声音低了，走路就不慢了，啊，行动缓和了，他自然那种恭敬心出来了。确实没人教他，啊，都是从内心呐，所以沉于中而行于外呀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所以，知无向善，去邪从正，回小向大，是为存正。要真干，要真懂得。如是，则自然敢将所愿者得。啊，你真能够依教奉行，就自得感应，佛理名家啊，三宝冥冥当中加持你，凡所求愿，皆得圆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我们把佛事门中删掉，是处是法，有求必应呐。向谁求？向意念当中求。你念什么，它就现什么。我们念善，善境界现前；我们念恶，不善境界现前。没有一法不是新鲜是变的。所以自得感应。一切愿求啊，皆得圆满。善愿圆满的善，恶念圆满的恶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依着境界的教诲。那是善愿呐，那是善的圆满。违背境界的，那是恶的愿，啊，恶的圆满。大灾难是恶的圆满。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晓得佛教里头没有迷信呐，没有妄语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是佛化真教，大同之治。比中国礼记里头礼运大同章讲的还好，还要完备。那用我们现在人来说呢，这一章经文在这里是2行半，是佛法里面理想的大同社会。佛所行处，各以求具，弥补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一时，在力不起，过风明安，病果无用，从得行人，勿修礼让，过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这一共15句，一句4个字，60个字，是佛法理想当中的大同世界。大同世界能不能现前呢？看你能不能做到。你把这个16句15句都做到了，大同世界就现前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又问表佛慈佛的慈德无量慈悲的大德，佛所行处，指佛所履之处及所到之处。佛坚持后世佛法流行之处。末后这一句讲得好，我们通常在讲经的时候，这一句话就讲得很白了。佛所行处，佛陀教育所推行的处所，念老在这里讲佛法流行之处，还容易被人误会。我们直接讲的佛陀教育，佛陀的教育就是讲经教学，讲经教学的这个地区叫佛所行处。国是国家，仪，这里讲是乡里啊，仪也可以说为城市啊。丘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山丘，第二个叫四邑是丘，称为一丘。那么去是丘呢，是聚居之处啊，居落、村落。王羲云：“小乡乐居。”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国是国家，在从前国大概就是城市。 啊，都市啊，夷，我们今天讲的镇啊，丘，那就是乡；聚，这是村啊，有个村，是这些意思。 无论是都会啊，是一个镇啊，一个区啊，小到一个村落，从大到小。 众生居住的地方啊，这些地方呢，有佛的教学，所以在古时候，寺院庵堂都是佛陀教育推行的机构。 像学校一样啊，出家人出家之后，他的目的何在？是献身于佛陀教学的工作。 就像年轻人选择去读师范学校，毕业出来干什么呢？做老师，终身从事于教育工作。啊，那出家呢？我们终身。 奉事于佛陀教育工作，是为这个出家的。从教学，这教学是第一线的，直接跟学生、跟群众接触的。 年岁大了，退休了，啊，这是我在初学佛、初出家的时候，我常说，我有这么一个看法、想法：40岁之前，一定要成就自己，德行、学问，啊，认真呢去学习。 40到60这20年，要从事于教学工作，当教员。啊，60岁之后呢，这就退休了，年岁太大了，教学教了20年了，啊，退休下来做护持的工作。这个护持，学校里头的行政工作，啊，做校长，做教务主任，做训导主任，啊，从事于内护。啊，佛法的外护是在家型学生，啊，内外护持啊，正法永驻世间，那叫正法常驻啊，正法求助啊，才能做得到啊。啊，现在问题发生，没有护持的啊，一般做住持、做当家，不知道栽培下一代，所以佛法衰了。啊，不但衰了，逐渐呢，就像天主教所说的，可能20-30年之后，佛法会在这个宗教啊，会在地球上消失。啊，那么佛法它的特性，它的确它是以学问为主体，严格的说起来，它不是宗教，所以将来宗教在世界上消失，佛法不会，佛法变了，佛法变成了科学，变成了哲学，啊，所以它不是以宗教的身份在世间了，就像方东培先生所说的，它是高等哲学跟高等科学。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失去了佛法真实的作用，佛法真实的作用是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帮助你成佛，帮助你明心见性，它变成科学，变成哲学这个好处啊，这个利益得不到了。啊，那佛法还是在世间消灭了，它变质了，啊，味道完全变了，啊，真实的利益得不到了。也就是佛法的解啊，解行会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，佛法的正没有了，啊，正果没有了，啊，果要怎么正呢？要放下，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放下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不再执着了，你清净心就恢复了，成阿罗汉果啊！如果把执着的习气也放下了，那就是辟支佛果，比阿罗汉还高一级。不但执着放下了，分别也没有了，那你就成正菩萨果位了。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那真的是佛果。正果这种殊胜利益了，是科学跟哲学做不到的。不是说他做不到，他不肯放下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的不肯放下，就不能证得，就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我们要想证，一定要从放下下手。现在要不要？要，特别是灾难来的时候，我放下世出世间法这一切法的执着，你决定得生净土。真放下了，你生方便有余土。放下了还不干不净，你是凡圣同居土。真放下了不干净。换一句话是没有彻底放下，放下一部分还留了一部分，放下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，这不干不净。真放下是方便有余土。如果能把分别放下，起心动念放下，你往生是十报庄严土。所以西方世界四徒三辈九品的品位是从哪来的？是从你放下多少来说的。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品位的？告诉你没有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绝对没有。为什么要说三辈是这个四徒三辈九品呢？是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你放下多少，你还有多少，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所以四徒三辈九品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你说它有，它不是真有；你说它无，它不是真无。事实真相一定搞清楚、搞明白。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啊！佛所教化的地区没有分别，完全是平等的。看这个地区，大家喜不喜欢接受，愿不愿意接受？佛度有缘人，这个缘不在佛那一边，佛那边的缘永远不缺乏。佛是平等慈悲，没有厚薄。我们对于佛法爱好，佛就来了；我们对于佛法排斥，佛也没走。怎么没走呢？佛在等待，在旁边等待。什么时候你回头想要了，他就来教你，慈悲到极处啊！父母对儿女那种爱，跟佛对众生爱不能比啊。佛对众生的爱，万分之爱，父母对儿女只有一分呐。生生世世，永不舍离，这是佛菩萨对众生。无论你沦落在哪一道，总是关怀你，总是照顾你。你自己能信能解，那就有显感，明显的感应。如果你是排斥不接受，这个感应你自己不能觉察，叫敏感。佛菩萨永远不离开你，这真话。所以，真正能接受，有热心的人来教学，地方上人有福，没有障碍。佛法盛行在这个地区，那是无不蒙受佛之教化了。故云弥不蒙化，没有不蒙佛陀教化的。既受教化，一定感降即降。这一句话的意思，感动佛菩萨，感动天神，感动地神，都在这个地区保佑这个地方吉祥。永远没有灾祸，永远没有灾难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天下和顺，乃至各得其所。啊，这一段经文上所说的天下和顺，就是世界大同，世界和平，万邦和睦。邦是国家，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都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呀，天下一家了。啊，先说人事，为什么呢？人心好了，人的行为好了，居住的环境就好了。因为境随心转，啊，日月清明，风雨一时，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“风调雨顺”。没有旱灾，旱是旱灾，涝是水灾，没有水灾，没有风灾，啊，雷电也造成灾害。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，啊，一次大雷雨，30多个人被雷打死。这是我们从前没听说过的，啊！我活到85岁，第一次听讲。偶然说雷打1、2个人，我听说过；雷一次打死20、30个人，没听说过。啊，怎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啊，那么这些现在所谓的自然灾害，没有啊？啊，灾力不起，这个灾是讲灾祸，力是讲瘟疫。啊，没有山崩地裂，现在有啊。啊，山崩地陷，地突然陷下去了。啊，地震、海啸、落尘等祸，这个落尘就是现在讲的天坑地陷。啊，水灾、火灾，啊，刀兵是战争。这些灾害呀，啊，通通没有，又无瘟疫流行之力，啊，这些天灾人祸通通没有，佛法教化这一方，人都能够接受佛的教化，依教奉行，这灾难全没有啊！啊，那我们现在仔细观察观察，凡是有这些灾难的地方，圣贤教化没有。佛陀的教化也没有，啊，哪个地方有圣贤教化，有佛陀教化，这个地区就太平，就安然无事。我们很冷静、很细心去观察，真是这个样子，非常明显呐。你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你就知道这东西好啊，不能不要啊。你不要，那你得受苦受难。为什么？像此地所说的水灾、贪心所感，佛教我们不谈，人离不开五欲，五欲是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佛对于这个没有禁止，佛教导我们对于这些欲望要知足，要有节制，不能够泛滥，泛滥灾难就现前，有节制不会。戒律就是节制，儒家的礼就是节制。每一个宗教都有节制。只有少数修道人他们的眼光远，看到过去未来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那这个五欲要完全放下。为什么？六道轮回是五欲的影子，也是六道轮回真正的第一个因。五欲放下了，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你就从六道醒悟过来，然后你知道这是一场噩梦终于醒过来了。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是这个境界，清净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没有染污，这个世界没有灾难。灾难确实是五欲引发的。五欲是贪嗔痴慢疑。地震是傲慢，这真的所说的。海啸是贪婪、怀疑，对应的是天坑地陷啊！水灾是贪心，火灾是嗔恚，刀兵是战争啊！战争怎么兴起来的？五毒具足。 瘟疫也是恶业所招的，我们只要能够把贪嗔痴慢疑从内心里面把它淡化，杀盗淫妄酒。 一定要有节制，绝不可以任性。啊，在情绪上要控制住怨恨、恼怒、烦，不控制就造恶业。啊，能控制住。 可以不造恶业，天灾人祸啊，都是自作自受啊，自己不善心行所感得的，不是自然的，自然是最善的，是最美的，自然怎么会有灾害？ 不自然，灾害才出来。我们把这个称作自然灾害，是冤枉了自然，这造罪业。啊，把灾害推给别人，不知道这自己做的，自作自受。啊，这都是观念上。 造成的错误啊，我们要痛改前非呀！佛法在理上讲得非常透彻，你学了不能不服啊！啊，特别是现在学佛，可以把最近。 科学跟哲学上的发现来对照，你不能不服啊！真正依教修行的人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国风民安呐，国家富足。 生产丰盛，人民安乐，啊，兵国无用，就是没有战争了。啊，兵国是比喻战争，是内无盗贼叛逆，外面呢？ 无他国侵略，故可以言无修文，治国无用啊！啊，这要靠什么？要靠佛陀教育，大家都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我们要把。 用战争为手段，这个念头要把它消灭掉，永远没有战争。没有战争，可以取得政权吗？没有不用战争，可以缔造一个国家吗？可以。在中国过去有例子啊，不是假的。中国在三代之前，三代是夏商周。 都不是用战争，用什么呢？用仁义，用道德。用教化，取得政权。 赢得诸国的赞叹、尊重，推举你为天子。 为你道德正极所感动，自愿的对你称臣，向你请教，服从你的领导，不用战争。 用教化，用教学，现在讲用文化，我不用武力，那么周朝到末年。 对于教学收获了。 教学一疏忽，什么东西起来了？斗争就起来了。社会乱了，变成了春秋战国。这个动乱先后差不多将近500年。500年汉朝统一了。 这么大的国家，在行政上统一，怎么治理？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族群，这个社会怎样能维持安定？汉武帝聪明了，我相信。 他从古圣先贤那里得到个秘诀：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这一句话，他明白了，他懂得了。召集这些大臣，研究怎么教学。战国的时候，春秋战国，诸子百家。 学术思想很混乱了，每个人说的都有道理，啊，不能多用啊。为什么这些诸子百家个个都认为自己是第一？他不服别人了。在这个里面学哪一家好？啊，这是什么？社会大众多数人都能够尊重的。 啊，都尊敬，都佩服。董仲舒推荐的孔孟之道，汉武帝接受了。啊，这才真正。 把儒作为中国教育的方针，啊，向全国推行。啊，孔子在这个之前，孔子没有地位呀，啊，被选上之后，啊，皇帝来推崇他，孔子的地位才提升。 啊，在诸子之上啊！啊，汉一直到清，2000多年都是奉行孔孟之道。实用教育不用武力。 啊，唐太宗聪明，用武力夺得了政权。啊，他知道武力可以取得政权，但是不能治国。治国需要文化。啊，他16岁。 啊！劝他父亲起来造反革命啊！啊，16岁啊！啊，把当时社会动乱平定之后，啊，他们得到政权，建立了唐帝国。 啊，28岁做皇帝，还是年轻的，读书不多。那治国要有智慧，要有方法，要有经验，啊，真的要有学问。啊，从孔子。 啊，他说从三皇五帝啊，到前面这个朝代是晋朝，大概2500年。2500年，祖宗留下来大批的典籍，在那个时候有1万多种啊，好像差不多18000多种。 啊，这些典籍要在这个里面去找治国的智慧、治国的方法、治国的经验、治国的效果。啊，他下令给魏征，像现在一样成立一个小组，啊，到古籍里头去找宝啊。 啊，从1万多种典籍，把它缩小到1000多种，再从1000多种里面再选，最后挑选了65种， 65种也不是他能够度得了的，他哪有那么多长的时间？所以他就想出这个主意。这65种里头，凡是有关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这些理论，理论是智慧啊，方法、经验啊，以及效果，把这些文字抄下来给他看，这就是群书之要。群书之要从这么来的啊，唐太宗想多的东西啊，用了4、5年的时间完成。他得到这部书，手不释卷，啊，王公大臣，啊，重要的干部都送他们一本，啊，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，都是手写的、手抄的，所以分量不多。啊，通通依照这部书作为治国处世的原则方针啊，所以他的政绩就非常可观了啊。唐朝贞观开元。啊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好的朝代啊，都是懂得什么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他懂得这个道理啊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的盛世，汉朝的文人。啊，唐朝的。贞观开元，清朝的康熙、乾隆，啊，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，全是靠教学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所有这些寺院庵堂，学习佛教的出家在家，都在这个地方讲学，没有一天中断。平时培养人才，培养师资，对大众教学什么呢？就是假期。啊，特别是过年，因为过年假期最长，从腊八、12月初8放假放到什么时候啊？2月2龙抬头，这2个月假期啊。这2个月假期的时候，每一个寺庙都讲经啊，啊，会讲一部经，啊，有头有尾。啊，喜欢听经的人，喜欢听什么经，到哪个地方去学，到那里可以挂单，啊，叫套经单。啊，听完了你再离开。啊，到寺庙，寺庙原则是不收供养的，但是都会带一点钱，带一点米，啊，供养寺庙，在那供养2个月，听一部经。啊，假期短的短期的办，啊，1个星期、半个月的，常常办呐，办教学啊，啊，儒释道三家对社会啊贡献太大了，把人都教好了，所以社会安定了，人民和谐，没有作乱的。 啊，是国家富足，生产丰盛，人民安乐，啊，兵国无用，啊，兵国无用，对内就是没有盗贼、反叛，对外没有跟其他国家发生战争，啊，所以燕文燕无秀文，治国无用。 唐太宗做了皇帝，就走这个路子啊，不再使用武力了啊，崇德行仁，遵从道德，这叫尊德啊，行事仁政叫行仁。 啊，仁政是什么呢？用佛法来说，帮助人民离苦得乐，是国家施政第一个目标。这叫仁政啊。 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几乎都相同所以孟子说：“民为贵，君为轻。” 这个思想，2500年前提出来的，哪一个帝王能够懂得这句话？他在做皇帝的时候，把人民看得很重，他决定先亡。 啊，他在位的这个时代，决定是安定、和谐，啊，得到人民的拥护，啊，老百姓的幸福摆在第一，国泰民安啊。如果把老百姓的利益了不顾。 只顾自己吃喝玩乐享受，这个皇帝就会被人推翻。啊，他就会亡国。啊，你看每一个朝代末代的皇帝就是这个样子，被人推翻了。 不顾老百姓的啊！清朝这一代，说实在话，每一个帝王书读得不错，都明白这个道理啊。连最后一个末代皇帝啊，光绪都非常仁慈啊，可是他没有权。 慈禧太后掌权，慈禧只顾自己的享受，不顾人民的死活，所以清断送在她的手上啊！啊，这有人说她是报仇了。他是叶赫那那氏这一个小组，清朝开国之时的时候，把这个小组灭掉了。啊，这个族的酋长对天发誓，我族里头有个女人也要报仇，这深仇大恨。 啊，所以清朝入关，统治中国了。啊，宫廷里面不许可叶赫那那氏的人进出，他有禁令。啊，到咸丰200年过去了，没出事情。 啊，咸丰皇帝知道慈禧是叶赫那那氏，啊，准许他进宫，不遵守老祖宗的教诲，他灭亡了。这桩事情真是应了这个叶赫那那氏当年被杀掉了酋长的话，族里头是一个女人也得报仇。啊，所以慈禧确实是我们今天灾难的祸首啊。 他对传统文化轻视了，他对佛法也漠视了，自称为老佛爷。换一句话是，诸佛如来都坐在他下面，他坐在当中是老佛爷。跟过去不一样，过去他的列祖列宗，清朝的皇帝。 啊，都是虔诚佛教徒，皈依上师，自称为佛弟子。啊，对于古圣先贤、佛菩萨那一份恭敬，到慈禧就没有了。这个头戴得不好，上行下效。 啊，所以底下的人对传统不尊敬，对佛法不尊敬，啊，佛法从这里渐渐就衰了。啊，慈禧影响100年了，到清朝亡了之后，啊，儒释道全都衰了。民国初年还有人讲，没有人做了。啊，最近这50年，连讲的人都没有了，所以灾难起来了。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。 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